那就是一条修卡特。哦，哎，右转再左转，右转再回转，啊，到了文心森林公园。说开在那里，我等一下看一下，有开一个汉堡店，我看到了，那里啊，啊对，棒棒在那里，我等一下去的地方在那里，所以难怪叫我回转，哇，这样怎么停车呢？这停车是一个问题啊，变成要停外面了。你看，你完全从那个外观，你看起来像汉堡店嘛？我经过文心路的时候，都不会觉得它是汉堡店。这个还是二店哦，一店在大五泉路外面。等下就是找停车位了。文心路这边大部分路边都是停车计程收费了，那就给他收吧。吃汉堡去了，他的汉堡很特别，很多很特别的口味，做有点像那个潜艇热狗堡那种感觉，可里面的材料都不一，料都很特别。就是找车位，哇，到那么远了，好像没有位置。哇，这样变成，你看完全看不出来像是卖汉堡了。好，等一下坐靠窗边的文心路啊，就是，等一下你看就知道，为什么说对机车主最，就是既然是赖给那个机车主，说一天到晚事故是机车主的问题。等一下看到这，他意思就是说这样，三线到了，一二三，像一二三线到，只有对内车是进行机车，他这样开车有四轮的就不满了，他就没一的没送了，他觉得说，因为这样的三线道没有进行机车，没有个汽车专大爷专用道，就是里面就最内车是进行机车那一道，通常有左转道。然后他就骑那边，然后骑一骑，哎，前面是转道，有的不知道。然后他再过来，旁边有可能说那个机车转来转去，险象环生，干啊，全部都推给机车主，真是很夸张啊！与其怪机车这么多，那也干脆不能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开一人汽车，体积那么大，死角那么多。我反而觉得哦，连最内侧进行机车都不可以有，全部都要划掉，这样最内侧让那个机车主也知道怎么左转，最大的跟问题在这里吧，让白牌车尾能正确的左转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然后我们都知道，提前一个路口就要进来左转道了，啊，白牌机车让不知道，那如果可以这样直接左转哦，那个安全会大幅提升了，打上闸那停了，知道怎么进都知道啊。内侧就是左转道，然后旁边三道就是都会注意啊，就会注意，要左转就会提前切，不会要右转靠左，左转靠右。那你看这个三线道给机车主不行嘛？那一二三四，我们无尽路就是四线道，然后最内侧就是进行机车，也是左转道哦。那有的汽车他不知道怎么，反正他就自己觉得，哎呀，应该要两个，一定要两个。内侧两条就是一定要进行机车啊，最外侧一定是给机车走，他就觉得这样比较安全，机车不会乱钻、欸，有差吗？我就觉得没差，你反而应该里面也要进行机车要划掉，涂消掉以后，正确让机车主知道怎么正确的左转，就是上一个路口就打灯切进来，早点切进来，才会发生一堆危险啊！哎、欸，以后真道很多都这样来了，你停着啊，可是机车就是。我们机动性高，一定想办法一直往前到最前面的，不可能一直跟你汽车牌吧？这么多跟你汽车牌，那一定是塞爆了。发挥机动性，对，这样才对啊。然后你说你还进行机车，你还要把它划下去？靠呀！如果政府有点蠢，到时候啊，把那个出了内侧以后，然后他那个。从外面数进来，一从里面数进来，数到外面，
里面是一啊，一二三四，第二车道也可以要弄进行机车，拜托，这样搞干嘛？这样搞的话，就事故就没有了吗？多可怜啊！哎，文心的这个车辆非常大，真的非常大，几乎是你可以讲四个县道都是被汽车、公车什么占了，哦，全部都被他们占了。那也怪机车主，我们机车主的机动性最高了，怎么可能会给你们塞车？对，还是左转啊。其实通常会开车、会骑重车都知道一定有个认知啊。所有的车道几乎最内侧都是左转专用道，几乎的哦。啊，有的左转跟直行那就例外了，几乎都是左转。有文心路镇最内侧都是左转的，就不要骑到你要直行就不要骑到里面了，对。骑到里面你就知道一定会交通卡住的。其实我看文心路这边机车主大部分都还是往外靠外走啊，啊，因为努久都知道就这样，习惯性的都靠右了。啊，那个文心路事故率他妈最高的问题都是怪给机车主乱钻，干哪让我给攻哎！你看我这样看，是什么在乱钻？很多是汽车，然后你看一二三四线道全部被汽车占了，全部都汽车占了。你看到这里有第三线。这个算第二线道啊，有看到机车吗？没有啊，我都没看到。他们都还是习惯性的在外面。哎，往内侧进行机车涂销，四线道的汽机车都可以走。慢慢的就会有个秩序啊，多宣导哦。机车在上一个路口就要提前左转，提前打灯，然后就慢慢的变到内侧左转，变到内侧左转道就安全嘛。啊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大道现在转文心路是不能左转的，从台湾大道不能转左转文心路，这一个。也是好事啊，哦，这也不错啊。哇，那个两个条都是电动车辆超大的，大的主道哈，哦，这样嘛没办法，不会两个汇集在一起，就拖慢了那个时间。先看有没有车位可以。哦，警察站都在巡逻，看有没有得阻。哦，没有的话就还是来找汽车格，这也不能乱停的。哎呦，看到一格碎了，给你收了哈。我的心情啊 ，Yes， 总算找到一格，搞定了。这一格也不会说离那边太远。